台顶无部长哈，阿中大哥，伫电视我逐工两点都甲看，伊讲迄三字，我都爱着伊，多三字，林确诊。一笔刷个鬼爷爷一边开几段红书难公开替你出一段往外请一夜在呀生会出来将将为你怕跪拜，思量是最后的爱恋，你在何苦乱解开？睡了，尖叫声。哎，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我嘛讲你，我唱一个安尼吼，无紧无紧，哦，可以啊，很赞，来吼。喂，我是老艺人，我头都要被打起来，你头都打起来，你是新人，我新人太黑了哈，哎。啦，安尼唔才对，是安尼，真济。男人讲过三字，拢予所有天下的女人感动甲流目屎，甘愿嫁伊。今日，我们不会讲话哦。袂使哦。今日我就是因为阿中大哥，今日台顶无部长哈，阿中大哥伫电视，我逐工两点都甲看，伊讲迄三字，我都爱着伊，多三字。林确诊重要的是什么？我真有眼光，这不是我跟你臭屁，是怎样？我知道这个人如果签下来做艺人不得了，绝对大红。来，谢谢，非常谢谢。我想应该说雅文小妹啦哈，虽然是这歌唱界的大姐哈，不过今天我这个机会我是很感谢啦，以后哈大家多多提拔。我听到不？相处的人，心色难言。不可能人，我只你担。拜托故乡的月亮，照光辉煌的路线，提起美诗的意扬。谢谢雅文陪我唱了哈，我没有。谢谢雅文，谢谢雅文，也谢谢各位观众的捧场。阿中大哥，我根本都无机会好唱，你也无我唱到半句。